Hello， 大家欢迎来到 Team Music Team Music 频道。对，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我了呢？那今天是4月24号，然后我要准备去参加明天就是迷路人的追思音乐会。那因为刚好就是之前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办了一个音乐季，然后刚好跟他算是有一面之缘，然后也很喜欢他们的歌，然后就这一次就想说，算是去追思之外，然后算是一个纪念的，对。那因为月初的时候，然后他离开了，然后在花莲的事情，那所以就没有发片这样，然后就对，就请他多多见谅，然后我们就继续开始喽。热情的人，对，跟我完全相反，所以他其实改变我蛮多的，他影响我非常多。他不吝啬的，对我提出批评跟指教。那他也非常愿意的倾诉他心里的痛苦。他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，所以我非常荣幸可以。这首歌送给他，这是一个特别版的歌曲，这首歌叫做《回忆》。是，还有每一个送来的关心，还有到场跟我们一起演出的朋友，都证明了，就是白衣的重量是非常重的。
也谢谢你们今天下雨的时间，然后还来一起跟我们帮他过生日，先给自己一点声音好吗？然后这是近期内最后一次跟大家 talking， 就是好比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一直没有时间好好的难过，然后就一直走到现在。中间忙碌的过程会让我忘记了有这件事情的发生，但其实所做的这一切都只是我们舍不得他而已。七年就这样过去了。我们第一天是在一间夜店门口遇到他的，我们没有钱买票，所以没有进去，所以他才又在门口跟我们搭讪，然后我们才展开了为了他说这段旅程，然后认识台下每一张的脸孔。说真的，今天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多人的一次专场，来人很多。然后，其实说真的，我就像一个便当店的老板，我已经记得每一个客人长什么样子，或者喜欢吃什么东西，我每一次都记得。但是二辉他比较纠结，他有时候看不到这些事情。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一直陪伴着他，对，然后去香港，去日本，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到更大的舞台去玩，也谢谢你们把我们顶到现在这样子，今天这样的程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对你们真的很喜欢。当然我们还有贺博云写完的歌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在今天之后，我们会马不停蹄的去帮他把作品完成，希望能赶上今年的一些奖项的报名，然后我们会在年底或者明年的时间把剩下的作品再端出来给大家。至于专场或是演出，我们就期待有缘分，然后时机到的时候，我就会再跟大家见面。我相信很快的，好吗？谢谢你们。小麦很少在说话，对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麦。这一切，从事情发生到现在，其实，我还没有办法去，接受这一切，好像一切都是假的，好像在做梦一样。直到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台上，我发现他已经永远不会再跟我们一起在这里，然后唱着一些动人的歌曲，然后给他喜欢朋友的听。我觉得当一个人离开，我觉得好像很多事情都过得很快，然后很匆忙，好像都没有时间下来沉淀一下，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直到现在我们站在这里，然后看到台下这么多人，对。我相信他现在也很开心。
是我不太会说话，但是这个八一五真的永远都爱你，你永远在我们心目中，谢谢。这一路陪着我离场，对，欢迎凯文。身为鼓手，其实蛮难得会站在这个位置的，有点五味杂陈。其实对我来说，我今天演两团，虽然说很累，但是其实对我们两团来说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。我们两个都上了大库，但如果可以，我其实也不希望是用这种方式站在这里。我也希望是能够大家就是一起努力，想办法站在这边演给你们看，也不会有这些布置。大家就是只专心看着迷路人，专心看着后面，专心看着大家。我们的表演应该是给人家正能量的，但没关系，反正我希望今天算是近期的最后一场。我虽然说打两团很累，但是我觉得为了他我值得。我希望在这边看你们大家能够跟着我们一起的冲撞，一起的享受音乐，享受贺博允在他写出来的歌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对，所以我希望另外最后一点要跟他聊，就是新闻都是 bullshit， 就是对我来说，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看所谓的标题跟他们的揣测，甚至是留言，真的我没时间看，也没有心情看。但我知道我发生了些什么，我只能说，贺博允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我相信的那个样子，对，所以他不是用负面的方式离开的。他就是一个很屌逼的人，对，他就喜欢东玩西玩，这一支就是我们尽力的帮他把这一摊收拾好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谢谢大家，我觉得截至目前为止他应该是非常开心的，再给我一点你们的声音好吗？谢谢。希望大家可以跟前面一样继续玩出来，谢谢大家，我是迷路人威罗帕索。Yeah!
发生什么事，所以要珍惜身边所有的家人，谢谢。